好熟悉啊，又梦魇了。我去，哪来的下界物种？喂，谁给我换的衣服啊？混蛋啊，连内裤也换了。杨哥，我们这是在哪里啊？地球文明召唤师们，你们好，我海王者大陆最高指挥官史蒂文斯喵强。这种名字的指挥官离毁灭也不远了。我们的文明正在遭受某种袭击，前线虽然顽强抵抗，但溃败已成定局。我们需要组织一支充满智慧与勇气的刺杀小队，直接攻击某种首脑，扭转局势。哎，陈哥，真没想到我们要拯救世界了。我感觉全身的力量在血液里流动，就快要爆发出来了。能不能别膈应我？哎呀，你好像就多了顶帽子，哪来的力量啊？你我的文明都链接在一起，一旦魔种控制王者大陆，他的魔爪将会伸向每个拥有智慧生物的星球，到那时候地球也将走向黑暗。就凭你们也想破坏大魔王的计划，就让我大魔王的麾下第一术士风流倜傥的炼金鬼才扁某再次了解你们。你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就让我兄弟，你头顶上的防御塔。刚刚你也看到了，反派的力量过于强大，为什么你不派自己人去啊？之前派去的五个小队，没有一个活着回来。这个明显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应该也帮不上什么忙，让你费这么大劲白忙活一场也怪不好意思的。不过英雄惜英雄，我这有何还没吃完的益达，全当是交了朋友。这才第二集，后面还有四集，说不定还有大电影。待遇可以谈，工资涨五级，赠送一大套。好，不用说了，既然我们是天选王者，守卫峡谷这个责任我们将义不容辞。说吧，我们应该怎么做？看好，你们需要越过多斯平原，然后往东去到奥尔丘陵，穿过逆风小径，来到塔里盆地。魔种首领就在他王宫里，击败魔种必须先找到勇士头盔岿然胸甲，追猎在先。去吧少年们，往东走，目光和星辰会照亮你们的道路，磁石会指引你的方向。现在我赠予你们几件神器。哇，太棒了，杨哥！杨哥、陈哥、杨哥，我们出发吧，一起背负拯救世界的使命吧！我们出发。Let's talk about round when it's past due. Raise a glass, dude.